哇！哼，苏苏啊，真系查唔到你所讲嘅嗰间公司嘅信息。哎呀，咁人哋嗰间系细公司嚟噶嘛，仲要喺海外添，你查唔到都好正常啫。仲有啊，人哋都话啦，要通过视频面试完先至开始嚟培训我嘅。佢要呃你啊，通过视频面试啊，吓冇问题。之但系咧。面试完之后是不是有培训这家嘢先？诶，咁都好正常喎、啊。你谂下，佢哋要请啲专业人士嚟培训下我啲声乐啊、着装啊，咁样先至系全面嘅培训噶嘛，系咪？咁你所讲嘅呢啲嘢系咪免费嘅？咁公司咧就会包大部分嘅费用，咁剩得嚟嗰啲小费用，我哋自己学完自己包翻都好正常啫。系啦，嗱，再讲啦，我成咗名之后咧，呢啲钱湿湿碎啫，好快翻嚟噶啦。系咯。我经验告诉我，如果他看啱你想捧你的话呢，是绝对免费的、啊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呢，你现在打下电话，我摸摸他底。打没打？嗱，开了面题。是苏苏小姐吧？怎么样啊？是不是决定支付费用了？是啊是啊。喂，你好你好，我是阿苏苏的好朋友啊，不好意思打搅你，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是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的？我们是国际跨国的唱片大公司啊，总部都是在美国的首都纽约，我们非常期待苏苏小姐的加盟哦。嘿，你在这里坐着地铁啊？哎，为什么呢？你们纽约有家和万光的呢？我们这里有钱的汤嘛，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唐人街，这个不奇怪。请你告诉叔叔啊，他很有潜力，是我们准备重点培养的对象，只要他尽快的付费，他的国际歌星梦想很快就可以实现了。算罢啦，你唔好再呃人啦，呢啲嘢全部都系免费噶。咪就喺美国嘅首都爱华盛顿，唔系 New York 啊。仲有啊，而家已经两点几啦，晏昼。嗯。咁佢嗰度系有12个钟嘅嗰个叫做咩啊？时差。咁点解会仲有地铁咁鬼旺咩？佢嗰度。我话俾你知啊，我哋报警噶啦，你觉得自己冇问题咧，就自己同警察讲啦。你黐线啦你！哎呀，急几添？你听到啦，嗱嗱临报警啦！你泄漏咗咁多信息啊，佢会借住你啲信息呃你身边嘅人噶。点解我可以咁蠢噶？苏苏啊，你唔好唔开心啦。其实我相信你迟啲会遇到你嘅伯乐噶，你出嚟啦。我仲买咗你最中意食嘅嘢啊！我哋一齐食，一齐慢慢倾啊，好唔好啊？我翻嚟搵人家住。吓？拜拜。我佢点解要走啊？哎呀，肯定又系我讲错嘢啦。点样面对美雪？真系遇到爆啊！哎呀，朋友之间嗌霎下好正常嘅啫，系嘛？即系我建议你两个咧就开声见成讲咁咪得咯，系咪？我之前咧仲以为美雪嗰啲好系扮出嚟嘅，断估唔到佢所有嘢都系真嘅。我之前咁对佢啊，佢都仲要对我咁好，尽心尽力咁样嚟帮我。嗯，我系咪有啲小人之心咧？其实我觉得咧，你应该将你自己心里边谂嘅嘢话晒俾佢知。嗯，咁咪 OK 咯。即但系你哋。即始终都不去解释的话，那心里面那个裂眉越积越大狗。我明了、啊、你呃我现在即刻回去。嗯。拜拜善姨。哦。拜拜。我讲了什么呢？叔叔你回来啊。美雪啊，还有没有东西要搬的？不用了，我们走得了。美雪，你嚟做咩啊？苏苏，我知道你唔中意我，不过呢度始终都系你屋企。如果要搬嘅话，都唔系你搬，应该我搬至啱嘅。搬咩搬？唔准搬！喂喂喂，苏苏啊，
人哋美雪主动避你咧，你仲想点啫 ？Sorry 啊，美雪，我知道呢段时间我真系对你有啲误会，不过我知道系我嘅错啦，你都唔系呢啲咁嘅人。仲有美雪，我有件事要同你坦白噶。其实我呢次翻嚟同你俾一间房，你做乜嘢，我做乜嘢，系因为我应承咗朱利安要帮佢追你啊。其实系咁嘅，我咧谂住接近阿美雪，然之后等阿美雪可以讨厌朱利安，结果个计划都未实施就搞成咁。美雪啊，其实你真系一个好好好好嘅女仔嚟噶。我其实真心想同你做 friend 噶，你可唔可以原谅我？咁你可唔可以应承我一件事？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咩都应承你。我要你同我一齐派晒剩低嘅手信。咁你真系肯原谅我啦？咁即系唔使搬啦吓。咁好啦，知唔知嗰日咧，原来咧嗰件衫真系好靓噶。叔叔美雪，乜你两个？啊，系啊，我咧同阿美雪一齐去派晒妈咪拎翻嚟啲礼物俾街坊啫嘛。哦，呀，见到你两个孖公仔糖黐豆咁，我就开心啦。啊，系啦，叔叔啊。帮我多谢你妈咪吓，美雪，你上次给俺介绍那套健身教材真的有点用，你看俺这掰掰肉都结实了。你俺下次该练哪儿了？兰姐，跟住落嚟个步骤咧更加重要噶，到时我得闲慢慢同你讲啊。真系，讲起礼物差啲唔记得咗。仲有啊，呢一个咧系上次王菲姐话我用嗰香氛好好闻啊，我专登买多支俾佢啊。麻烦你帮我拎俾佢啊。哎呀，呢个妹啊真系零舍有心嘅啫。哎呀，真系怪到。我教你点用啦。你哋慢慢倾啊，我有啲事出出去吓。好啊，拜拜。诶 ，Samia 吓，你去边啊？我咧就约咗唐小姐啊，之前咧同阿唐小姐咧就有两句拗撬，咁啊谂住约佢食餐饭咧，当面同佢赔礼道歉，咁啊当面解释清楚，好过以后变咗咗啊！你等埋我，你等埋我吓，做乜嘢啊？算啦，拎住先。你不如带埋我去啊？吓？哦，你又去？哎呀，你谂下，我同美雪可以做翻 friend， 系因为你嘅开解啊嘛。哎呀，俗语都有话啦，当局者咧就迷，旁观者就清。咁你带埋我去多个人讲嘢，咁可能你哋可以好得翻咧。咁咯喎。喺呢度啦。Hello， 唐小姐。哦，佢咧，马丽莲你识噶？马丽莲个女嚟噶，你啱喺澳洲翻嚟。你坐啦，你坐啦。Hello， 唐小姐，我叫苏苏啊，你叫我苏苏就得噶啦。系啊系啊，又咁啱得咁巧，我出门嗰阵咧就撞到阿苏苏，佢又要约我食饭，咁我咪凑埋佢一齐嚟咯，你唔介意噶嗬？同我食饭无啦啦带多个人，有冇搞错？哎呀！乜你仲未点餸噶？等我点，等我点吓。不如等我嚟啊！我啱啱咧喺用手机睇过个公众点评啊，话佢哋有几个新菜，哇个点评好到不得了，不如我哋点一个好唔好？而家啲后生仔啊真系好鬼叻嘅啫，咁啊信你吓，我哋由得佢吓，佢点乜我哋食乜嘢，试下呢间嘢。好啦好啦，你同阿苏苏识咗好耐噶啦咩？乜冇听你提过嘅？识得冇几耐嘅咋，佢澳洲翻嚟噶嘛，咁咪啱啱嗰时先识咯，咁再加上咁巧啊，佢又住喺我哋荔湾人家，咁啊好投契，咁啊倾下倾下，越倾就越埋，越倾就越埋咁啦。阿善姨啊，系我翻到嚟广州识嘅第一个 friend 嚟噶，佢咧份人又靓又好倾，所以我哋咪越倾越好咯，真系唔怪之呢排唔得人理我啦，原来佢呢排识咗个新朋友，唐小姐啊。茶先吓，我今次约你嚟咧，主要系想同你咧 say sorry 噶。嗱，今次绝对系我唔啱，系我做得唔好。咁你啊，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一次咁多。其实我都系咯，唐小姐，你真系千祈唔好怪阿禅姨啊！你谂下，荔湾人家突然之间接到咁大单生意，咁佢系老板娘嚟噶嘛，冇理由走咗去旅游噶，系咪？你身为佢嘅朋友，你一定会体谅佢，所以你千祈千祈唔好怪佢啊！我哋嘅事几时轮到你插嘴呢？哎呀，唐小姐，你千祈唔好嬲吓，唔好怪阿苏苏。其实阿苏苏咧都系出自好心，即系想话帮我哋两个咧就冰释前嫌嘅。咁所以咧，你唔好嬲吓。大人大人大量，我嘅错，冇唔关人哋事，对唔住。哎，饮茶饮茶饮茶，吓，等我嚟。你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你千祈唔好怪阿禅姨啊，系啊。哎呀 ，sorry 啊，唐小姐，我帮你抹翻，我有时间帮你抹翻啦，唔使啦。阿禅，你话今日请我食饭要同我道歉吓？原来你系揾一个人同你讲好说话嘅，唔系。既然你哋两个咁啱倾嘅，咁仲揾我做乜嘢啫？唔系咁嘅意思。得啦，呢餐饭我唔食啦。OK， 你哋自己慢慢食够佢。你听我解释啦，唐小姐啊，喂，唐小姐，唐国敏，唐。sorry 啊，唉，唔关你，关我事啫。唉，祖哥，我等紧你噶啦。啊，嗯，好，好。朱丽珍，哇，你边个啊？哎呀，你唔好笑人啦，我咁样就唔好睇咩？好，我等紧祖哥啫嘛。哎呀，朱丽珍啊！美雪，祖哥，你嚟，苏你啊，乜着成咁啊？吓，哇！我印象中呢套衫系美雪噶噃，啊？啊，系啦，朱丽安啊，你咧一阵间下午有冇时间陪我直播啊？我啲 fans 咧想我哋合作好耐噶。我咧我好忙噶，我阵间中午咧可能连中午饭都冇得食啊，嗬？系啊系啊，知你忙噶啦，你成日趴喺度做嘢咧，肯定啲肌肉好酸痛噶啦。我有向美雪咧学啲按摩嘅手势，我帮你揿下。唔使啦，唔使。同埋咧，你唔好咁讲嘢啊！你搞到我鸡皮都起埋真系。啊，系啦，我妈咪拎我啲礼物翻嚟啊，有一份系你噶，我搵下搵下。哇！点解搞到咁嘅啫？咁快搞翻掂嘅？哇！你咁都睇唔出啊？佢啊，博你有好感啊！朱丽安，呢一份系你噶。哦，啊，唔该，多谢。啊，系啊，苏苏啊。即系我睇咗你啲直播回放咧，哇，好受欢迎喎！啊，系啊，尤其啊嗰啲啊评论区嘅留言咧，真系好鬼热闹。系咩？嗱，你睇下，即系呢啲咧就唔系咁好听喎，系嘛？咁话唱功咧就一般般啦。嗯，话是话咧，佢有冇听过人哋唱歌噶？人啊生得靓，丑啦啩？整容前咧嚟整容后啊！喂，呢个人讲嘢真系好过分喎！系啊，嚟晒我人身攻击之后咧，啊虽然咧就唔系好靓啊，但系咧都唔使咁讲噶嘛。冇错，边个讲噶？你快放我出嚟！我闹我咪算咯，做咩闹我啲 fans 啊？真系啊，我一定要揾到佢出嚟噶啦！啊，叔，即系你知唔知咧？即系。发呢个留言嘅人系边个啊？我话知佢系边个啊？总之闹人就系佢唔啱。如果俾我抄到佢出嚟嘅话，我一定闹到佢头耷耷、眼湿湿啊！哎呀，你唔好再抄啦。即系其实咧，发留言嘅嗰个咧系我啊。吓？系阿祖哥咧，其实系想呃下你嘅啫，咁啊想你打回原形。你而家系咪变翻自己？系咪舒服好多啊？你睇下你依家咪几好，系咪顺眼好多？自己啊嘛，靓女好多，唔好夹硬做人哋先得噶。我明啦，我谂我知我要点做啦。以为你问我借衫系做咩？原来你着成咁去。唉，朱丽安中意嗰个咧，始终都系你。我做乜啊，佢都唔会中意噶啦。咁你放心啦，
我在这里郑总咁同你讲，我是不会跟朱莉安在一起的。乜佢唔够好咩？唔系佢唔够好，只不哎呀，我哋冇可能噶啦。唔通你有中意嘅人？真系噶？边个嚟噶？哎呀，你讲啦！你唔讲，我嬲噶。喂，讲都得。你不可以跟其他人说的，我喜欢的人是祖哥。祖哥，你做什么呢？你有什么讲的？怕你二嫂啊，我究竟哪里得罪了苏苏？她一直夹住我。可能呢，阿苏苏在你身上发现了创作灵感啊。你知道啦，那些搞音乐那些傻傻地。小姨有些事想跟你讲啊。咁你讲啊。得，你哋慢慢倾吓，我先走。喂，咩事咁神秘啊？仲要关埋门？禅姨啊，我有啲嘢想问你啊。究竟咧，阿祖哥有啲咩嘢咁好啊？阿祖哥，哦，你死啦！即系话咧，你而家移情别恋啦，你唔中意朱莉安啦，中意咗我哋阿拉苏。Oh no！ 梗系冇可能啦。不过咧，就真系有人中意佢。吓？边个啊？我识唔识噶？美雪，点知噶？哎呀，真系佢啊！哇，呢样嘢我又真系唔觉得喎。哎呀，我都估唔到啊！我今日望咗阿祖哥半日咧，我都唔知佢有啲乜嘢好，我觉得佢一啲都衬唔起美雪咯。我都唔知美雪中意佢啲咩。嗱，苏苏你咁讲就唔啱啦。你咁讲到咧，好似我哋拉叔冇人要咁，即系唔系我为阿拉叔讲说话，我哋拉叔份人好好嘅吓。仲有一样嘢，感情呢家嘢咧，系佢两个人之间嘅事，系嘛？我哋作为家人啊、朋友啊，最多啦，只能够啊俾啲建议啊、哋意见人哋咁嘅啫。啊，关键嘅时候咧，都要等佢哋两个自己决断嘅。你话系咪？你啱。不过咧，美雪咧就唔想呢件事俾大家知道，所以你可唔可以？系啦，美雪啦，我今日咧观察咗阿祖哥成日啦，我真系唔知佢有啲乜嘢好咯。仲有啊，佢咁大年纪，喂，你咁枉富而家，话晒俾人呃嗰阵时候，佢都帮过你噶噃。系啦，佢好多优点啦。不过咧，作为你个 friend 咧，我系点都会支持你嘅，100%嗰种。你放心去追啦，如果佢对唔住你嘅话咧。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不是的，那我多谢你先了。那你自己呢，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啊？还想着直播啊？你看看现在网络上有多少网络歌手啊，有多少个真的做到真正的歌手。我觉得你真的很有才华，唱歌又好听，又懂自己写歌。如果你就这样放弃自己的梦想，我怕你将来会后悔的。但是如果我去追梦想的话，我可能就要离开呢度，就要离开朱莉安。但是你会成为更加好的自己。我以前曾经有想过的，到底是成全自己定是成全爱情，哪样嘢更加重要？但我后来发现呢，原来呢，自己不懂爱惜自己的时候呢，就不会懂得爱惜别人的了。如果当自己变得更加好，就有足够的能力去温暖其他人，守护爱情嘛。令自己变得更加好。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哇，你们两个被他约到来这里，那又约了我们全部人在这里等。喂，究竟是什么回事啊？嗱，以我对阿苏苏的了解呢，实大有作为的，定啲嚟啦。我都咁。哎呀，苏苏你来了啦。哇，拎着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想着搬回来住？好啊。
看來大家都到一七七八八了、啊、其實呢我今天叫大家來呢是因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大家宣布的、啊、就是哦就是我要回澳洲了、啊啊、回澳洲因為呢澳洲有一個音樂節目找我做選手、哦、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是我踏入歌壇的第一步那我就一定要你說啦你呢會不會替我開心的我梗系戥你开心啦！你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啊！唔好咁轻易放弃啊！一定唔会放弃嘅。苏苏，乜你要翻去啊？哎呀，婵姨好唔舍得你啊！就是，我们还等着听你唱现场呢。系啦系啦，趁而家人齐，不如喺度唱翻首啊！你哋放心啦，我翻嚟嘅话咧，一定会开演唱会。咁我开演唱会咯，咪请晒大家去睇咯。苏苏，虽然呢你是不喜欢人但是做男人要大方跟人家道个别、哦嗯啊、是啊苏苏那我祝你回澳洲一路平安 Thank you 朱利安那我回去之前你可不可以送样东西给我送样东西加油而家系你唔要我咋？到时我做咗大明星，你唔好后悔啊！咁一定要努力，嗯、令到我后悔啦。咁多位，诶，唐小姐，而家最后悔嗰个系我啊！你唔嬲我啦？吓，我后悔我嚟迟咗。哎呀，话时话你发俾我嗰条微信咧。真是你自己写的梗是我自己写的啦、啊、是不是很感动、我的肺腑之言来的好肥肉嘛你又做衰了啫其实我想跟你说呢、啊、我都是一样想说这句话你真是肥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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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而家要翻澳洲啦，咁我就将婵姨还翻你啦。唐小姐，唐小姐，你以后唔好再呷醋咯。